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，要向耶和华唱歌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信息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，因为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，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，有能力和华美在他的圣所，万民之中，你们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，都归给耶和华。我们一起来读新的诫命，新的诫命，那大家来读新的诫命。好，我们用台语来读新的诫命，在我们的荧幕上有。好，你能用台语读的话，就用台语读。新的诫命，立正心，尽心尽意，踏住你的胸背，这个大是大的，那是好一个。今年要三秋是干，你要踏住你心肠的，定要大是干的话，大是你的风骨头。第十，那祷告来提的，这时我们一起，大家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赏赐我们今天有美好的日子。虽然外面下着雨，但是我们知道，雨有雨它的用处，滋润万地，能够使每一个植物都获得你的滋润。我们也感谢你今天。你分别为圣的日子，是我们一年之中我们最用感激的季节，感激的日子来感谢你。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的感恩节，我们要用心，用全心之真心来敬拜你。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你，也将我们所有的心思都用感谢的心奉献在主你的面前。我们感谢你过去的一年照顾我们，无论我们快乐，我们兴盛，我们美好，我们感谢，或者是我们忧伤，我们遇到挫折，我们也感谢。我们在快乐的时候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照顾着我们。当我们悲伤挫折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体会到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在鼓励着我们。通过这些挫折，通过这些忧伤，我们会更明了你在我们心中在鼓励着我们。通过这些，你会让我们意志更坚定。通过这些快乐，你让我们更有心来赞美你。我们在这感恩的日子，感恩节这个日子，献上全心的感恩，照顾我们今天所有的活动。我们感恩聚餐，晚上我们要所有的这些点灯的活动，以及火车站前面的快闪歌唱，一切都是要荣耀主你的圣名，宣扬主你降世为人，去为我们的罪来出生。我们祈求你，外面的雨能够从此以后就停下来，在我们所预备的这些节目里面，你有满满的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Thank you.
坐。